纳达尔退役，我觉得非常的就是遗憾，因为我以为他会再多打一年的，因为纳达尔确实贯穿了我整个职业网球生涯。我有些时候就是会经常翻他们的视频，然后呢，从他身上就是学习嘛，也包括纳达尔的精神是那种无可比拟的，他在场上那种气势、那种状态，也包括绝不放弃的精神，就是。就可能真的是一个时代的落幕，然后我会觉得非常的不舍。因为我经常会回看他19岁、20岁、21岁，就是每个年龄阶段的比赛。但是呢，英雄总有落幕的时候，就是我希望他退役之后也能，过得很开心。然后，想怎么玩怎么玩。